温馨提示，高血压患者请勿观看。我呢喜欢二级抓鳖的，十把里面能抓到个九把，除非。咱们两分钟零到六，注意，这还只是开胃菜啊。好，又去反蓝了，你可真行啊。死得其所，至少把宫本的大给骗出来了，对吧？这个局势现在很危险，特别的危险。再瞅你，哥们，你就不要贪这个人头了呀。啊，我上路抓完，我马不停蹄往中路走，中路又要死了，一次死两个。还行，二换一，怎么说其实有点小赚，毕竟我们大地方。又死人了，又死两个。追过来了，先走。你不会还想追吧？啊，你这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真觉得自己很牛啊？嘿，又死一个。哎，赶紧赶紧及时止损。没事，一换一还行。我来救你，跑了一个，回来，你有本事你来，又找回来一个，你们别打了，你们稍微守下塔，啊，别死啊，等他技能，你要走吗？是不是没技能呀？嗯，你身往后拉，这墨子还能打。有闪现就放你一马，好吧？发生了什么啊？又是你！你先别送，宫本在那里。大哥，你不会是瞎了吧？这宫本在那里等你呢。啊哈哈，还行，一换一。这过去一个大桥。看我的，我把蓝 buff 打了，这样我隐身也没有，他就以为我走了，等下从这里走过去的时候他就死定了。对不起，来三个就没必要了吧，对吧？啊，做事牛一线肉好相近啊，还在那里找我呢，这嫦娥，你不会真觉得我打不过你吧？先把脆皮找出来，还在那里打我的小鸟。现在只剩你了吧？好啊，这回只死一个，一换三。啊，暴君拿了。哎，幸好我在。别死啊，怎么又死一个？我来绕一下，只剩三个了，咱们三打三，好吧？说是三打三，其实一打三。我来给他们逐个击破。这公孙尼。哎呀，他往上走了。我看野区有东西没？这有个蓝 buff 啊，这里面是个嫦娥。不是吧？我一万的经济，我差点没打过他。别送的，幸好这宫本不是做肉的，要不然我遇到这宫本我也不敢打他。又死完了，我真的。还好我能断线。哎，想不到吧，来抓我。又得死一个。还追。我好难呀，我一个人走夜路碰上鬼我都不会有这把这么绝望，真的。这么拖也不是个办法，我其实可以断中线，但想想殊死一搏，你们就把人给拖住总能拖住吧。啊，各位。喂。拖住了吗？他们好像拖住了啊！又回来！哎呀，回来了，完了！听说这匹配机制现在改成了打得好的跟打得好的组队了。我怎么还就不信啊？这是我四个队友的评分。你跟我讲，现在是打得好的跟打得好的一起玩啦？啊！